哎呀，你都弄了谁的？我们端点啥子嘛，老李？哎呀，别说谢。我们感谢你们，你都生不得巧。我都去。现在早上6:30，前两天早晨整点吃了，今天我们早点开干，早点放行。你说煮早饭了没有？吃早饭。你还想喊俺爸早饭？你说昨天来你家吃早饭吗？今天你还喊我吃早饭噻？你那时候还吃早饭呢，你喊我去。你还帮我老表噻喊去。你喊。那是喊得去瞌睡。等我去挨着了哈。去嘛。快点哦，统统拿起来哦。过一会儿再走了。不是，白水儿快点，统统拿起。这是今天停电噻，就靠你自己，你自己挑了。就是我了。啊？有雨的呢？这个就我住的有喜欢接的住。啊？张家的住这有住的喜欢接住。好，要的啊。有菜点的，有盐菜些的。要的，要的。等会儿我就要去放一桶桶，好吃早饭。我要放。来，21，抢进去。老表来，赶紧给我桶桶，我兜不进去就把我兜兜来。取到路里。要的。水拉进来了。这就叫做通讯靠吼，因为那儿信号不好，刚刚打不通，开个玩笑的。只有靠喊了。跟了，我说我人走进来，差100点。好，拿了嘛，我几点给你垫起。嗯。我给你垫了几底下，来抬起，刚才垫的。好，要的喽。在你了嘛。也像苦来干水泥路一样偏，可能不得行的，这种破破个街。嗯，我让老么你歇会儿坐。不晓得，你进去，你身体都不方便，你进去。我啥事都不管事的，习惯了的都是。如果这个帽子戴起。我不戴，你戴。这儿发型整乱了。发型。头可短，发型不好乱。哦，那么。要的，朱队长，我们就先走了，到时候看安排点儿，看今天下午来嘛。好，要的，你我们安排谁嘛？来谁要打电话？啊，要的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啊，哎呀，你都弄了谁的？我们端点啥子嘛，老李？哎呀，别说谢，我们感谢你们。你都生不得巧。我都去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你好嘞，收我啥子？整一套。你自己整的啊？那你能我也是吃到了。哎，可以，味道还有。谢谢了哈，谢谢了。不谢谢，好吃不二少爷？喂，哪天？那肯定好吃哦。好吃就要多来干的活路。感谢老李，谢谢。我不要了，谢谢。吃够了，谢谢，你拿起回去了。好，感谢你哈。不感谢。哎，那我走了哦。啊。弄饭了，陈老姐。嗯。今天上午弄啥吃嘛？有肉没得？有，哎呀，晓得你们辛苦了呀。哎呀，我。上火不？要。我要火火想蒸起一口，遭不住了，热的。等了你这菜快办。咦，陈老姐，这天气热，手艺都回来了，盐巴不要钱了我。那你少点噻，多吃点饭，伙计。给包饭好了没有？你咋这么干？5点钟起来，早饭都没吃。嗯，还没晒得好黑，骨头上。嗯。还有晒得好黑哈、啊？还是像我小本领了我。你不行，你是晒黑了。原来你不像我小本领哇，又瘦又小。但是我找了个富婆，幸福得很。现在我觉得，真的啊，对我又好，又给我洗衣裳，又给我弄饭，还给我整了3块钱娃儿，懂吗？一般人没得这种待遇，没得这种那么幸福的，只有我才能享受。你俩我都刚走呢。我走远的，你看我都是，哎呦，哎呦，还假不意思。你说陈大姐，今天我们给送最坏的两个老的。快80岁了，喂，让他直接把西瓜先给我切一下，那个西瓜能吃一天，安逸。不是西瓜弄几块电了吗？我都饿得走不动，你知道不？还是想
比较好的，虽然说哈，一路还是听到一些不好的声音，当着我的面我都听到一些说不好听的话，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姐又好像还是多心疼你的，头两天去的时候，屁股都快劈了没有？我说你神经他这一些吃饭。怎么嘛？啊？是肉麦老舍不得啊？那你也不是说累的哈？累嘛我。说那皮儿咋放开？我伺候你噻，给你弄饭。他走啊，就差没给你洗澡。那你弄饭我是放那么严吧？那你多吃饭噻，小姐。那你下午还冲凉了？你觉得是哪里对你不好吗？把他带进去洗洗吗？很难看。要吹了吗？爸爸晒黑了，走吧。嗯，那房间弄弄都出来。哎呀，明儿娃好热哦。哎呀，有我都烦的。哎，你不能就败坏我的名声得了是？算了不谈了，张老爷，我就是怕把你又晒黑了又晒累了，到时候窗又晒出来了，我很心痛。闭嘴。吃饭。吃饭，你没我说出的吗？